刚刚说广告是我，你说你主持、真的、哦？哪有？你不是这样讲的，你是说什么？你刚刚说。要确定呢。就是你讲话刚刚讲话很好笑，为什么好笑？因为我说广告是我，你不相信？对啊，我不相信。那你我刚刚说广告是我，你说了一句什么？真的、哦？哪有？你不是这样讲的，你是说什么？你刚刚说你要确定呢？对啊，他跟我说你要确定呢。